Thank you.
中道场青龙马，一直按时准时，归下之前，就在咱下咱大龙寺电话中，咱大龙了。我不叫管理公关会主任李冠陈太玉率领众主事落下诚信代表，在此参票拜见，关注今天下咱福建中青龙马一直准时。正是咱这种从前所得贵人黄金宝藏，正在面顶神书神力上要拜见天道。在地球内，咱这种华人这片文化祖先，一旦树福树禄树平拢也丰收，华人下这片文化顺利拜见天照。咱买单个必要呢，面顶大笑，面顶树树如栽，不得妖精，露笑人间，我方干起经济，万福自来临。南天报哦，祝大家祥，天大吉祥，阖家人间，民间平安吉化天，乾坤赛走，下是人间猫年，吉贵财无力，上庙拜见见家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来听见，来点香。啊，伊个了南蛮只走的哈，咱都惊吃咧哈。福州江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冠陈太玉率领咱众主事落下诚信大节，用在咱下福州江下福田乡下为推行，连三吉祥嘞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。